位粉丝大家好，欢迎莅临罗杰章的神奇店。那现在看到的东西呢，没错，就是 Apple 的 iPhone 5。各位看一下，好，夜明正身一下，那是 Apple 的 iPhone 5，这只是 16G 的。OK， 我很想开箱，但是这不能开箱，因为这是客人预定的。现在全省缺货，全省缺货，台北卖到一只44000块，而且还供不应求。那在这边买价格多少呢？ 16G 无锁版一只只要36900。9月27号会到货10只，9月27号到货10只，数量有限，要买要快，快点哦，数量有限，要买要快，一只只要36900，一只只要36900。